1月21号，贾乃亮工作室转发了其所属公司发布的严正声明，称网络平台所传播的贾乃亮、李小璐、贾云欣视频系被恶意篡改的不实视频，称该视频是别有用心之人伪造而成的。原本是2017年12月30号机场路人所拍，或被恶意篡改配音。对此，公司正在和律师取证配音制作的源头，将采取法律手段彻查到底。你妈妈给他戴绿帽子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呀？贾乃亮。你都来看。哦。哎呦，小哥哥，你可真萝莉啊！你怎么了？贾乃亮。你都来看你了，对吧，甜心？贾乃亮是小 baby 妈妈。明明就是小甜心说的是自家爸比是 baby 嘛，被这样恶搞也难怪贾乃亮会生气啦。芒果拉新闻，断章取义的恶搞不可取，支持贾乃亮维权，报道。